有冇人知道其實佢頭先講啲乜嘢？黐孖筋，你知唔知我講乜嘢？軟淋淋同硬骨骨，我唔係咁嘅意思。有三個諗法啦，而家係咪傻啊？大家好，欢迎收睇 EG 大国际。上头上头，哇，一万 I 手啊，唔理啦。喂，坐前啲啊。唔该你。啊，今日 Koey 姐买了一支电吉他，上次同你调位咗之后咧，条片咧得到劲多人嘅闹我。黐线，讲埋啲咁嘅嘢，射翻黐线佬。同埋上次谂住讲少对于吉他有益嘅嘢，即刻大家话闷啊，所以今次咧。繼續講嘅，我唔理啊，我唔理你哋覺得悶唔悶啊？你啲觀眾太叻，你講啲嘢佢哋都識啦，睇你講咁樣。我以為 mat 兩條。哇！突然之間壞貓屎啊，好神奇啊！誒又唔壞咯。有冇諗過係某一條片段嘅重現？唔通你聽過咩？其實我同阿挺夾埋咗，黐咗啲膠紙喺個滑鼠度。我係夾埋咗，夾埋咗呢個當年今日系列。我等因為依家條線圍住我嚟翹啊，有啲哇哦。大家記得熄曬啲嘢先至好咁樣襯下，如果唔係好傷噶，即係個 M 唔係你支吉他做乜嘢啊？我心買你要傷害佢。首先要展示一下呢一塊咁靚嘅 pick 俾大家睇。點靚法啊？好靚咯，你唔覺咩？靚到 focus 唔靚麼？大家你會喺下面留言，哇好靚，我想要啊，邊個買㗎咁樣？黐線又話黐線，見冇禮貌。你講一講關於啊唔係你 pick 係咪話咩揸唔實我性啊？係咪要我講啊？你講啊！你越捉得佢緊，佢就會越走，就好似愛情咁樣。你越嘗試去挽留一個人，佢就會走得更遠。所以大家喺拍拖有疑難嘅時候，記住要cool啲，但你唔 care， 咁佢就會翻嚟你嘅身邊。唔係，但其實你都係真係要捉住塊皮嘅嗰種，正常力。係。然之後，隻手唔好流汗。呢個真係你。歧視我，咁我點做啊？而最緊要咧就係你唔好同啲吉他硬碰硬。嗱，之前咪講喎，揸劈點揸？嗱，咁揸嘅好慘，你冇得睇佢哋睇。大家俾翻幾毫子咯。就是一個等腰三角形。嚇鬼係啊！你見唔見到有一個首先啊？首先一個等腰嘅三角形，之後再係啦。咁樣打斜嘅，打斜得啦，又唔睇啦啲人太有營養，太有營養啊！做翻自己啦，你唔好扮啦。收皮啦你，因為咁樣等腰三個人咧會好棘線嘅，你快起上嚟，咁樣斜斜地又冇咁棘啊。係。真心講埋認真嘢冇用。你都唔係呢個形象，應該企喺度，係啊，跟住等腰三個形。我頂你個肺！呢個係襯翻佢。係啊。呢個兩個掣，呢個五個掣，有冇邊啲你已經識得㗎 ？Folium。係做咩？大細聲，十就大聲。一就細聲，二就比一大聲，三又比二大聲，四又比三大聲。呢個通啊！十就有通啲，一就冇通啲，睇下你叫幾多通。張開你手啊！首先第一件事，呢個 volume 咧唔可以講話係十就最大聲，一就最細聲。個 M 係最中出聲嘅地方啦。假設個 M 係唔係都開盡㗎啦？其實你攞十咧，就即係話你將成支吉他 100% 嘅聲咧都俾曬佢。如果你攞一咧，就即係你淨係將一成嘅聲俾咗佢啫，一成嘅聲咧係閹割走咗好多嘢嘅。係咪例如我錯嘅地方？係會令到你更錯啦，嗰啲咁嘅聲之後會令到係。咁應該點啊？所以我自己就慣咗吉他係咪都開十成，有啲咩就喺後期搞嘅。我自己係咁啫。好，我抄你。喂，你我老師嚟㗎，我抄你睇下邊個啊？好，你啱。然之後到通啦。唔係，你不如試下，我話你知。你一啦而家。嗱，我已經知啦。是什麼分別說一的聲音很冷酷，十的聲音很温暖，好像平時你的燈罩這個的色溫一樣。一呢就是藍色燈，十呢就是橙色燈，是不是真的？我覺得比喻得很好，為什麼這樣我真的覺得自己說得我覺得自己講得幾好喎，即係咁嘅，我會咁樣去形容啊。十就係清啲嘅，一就係朦。係，我覺得好啲咯。有冇人知道其實佢頭先講啲乜嘢？黐孖筋，你知唔知我講乜嘢？軟淋淋同硬骨骨，我唔係咁嘅意思。有三個諗法啦，而家係咪傻啊？唔係咁嘅意思啊。藍色是安靜的意思，是吧？那你清聲就安靜一點，橙色或黃色是熱情一點的意思，那就吵一點，就多話說一點。我明白了，我 get 到了，是吧？我 get 到你的意境，是不是對了？你對了，接著我知道了，這個，說，控制他們，是，那個分別在哪裡？不知道，試一下就知道了，就是時候試給大家看。
唔好全部嘢都講埋嘅。首先咧，若然你拍到呢度咧，你唔係好想我講嘢嘅咩？等埋我講埋。而家唔俾你講嘢，第一轉換玩法，今日係目標唔俾你講嘢。嗱，通常你拍到最近咧，就頭咪收聲，然之後咁樣咧，就可能呢兩嚿一齊。呢、這個可能呢嚿，佢支吉他唔同嘅不過，然之後拍到最後就咁樣收聲啦。啲聲嘅分別就係在於咧，如果啊，你拍到呢度，通常咧啲聲都柔和啲嘅，好柔和。拍到最尾啦，好啦，近啲嘅。咁如果你要彈清聲嘢，通常就拍頭咪嗰邊啦。但如果要拆聲咧，拆聲我通常拍尾咪嘅，啲聲就。唔係我開咗拆聲啊嘛，大佬。因為你咁拍咗嘅真係。咁我通常如果拆聲我都會拍尾咪，因為啲聲吉啲，咁聽到就大啲啊。如果喺頭咪嗰度出拆聲咧，就好雞肋嘅啲聲。雞肋。我唔知點講。人哋有鼓㗎。係咩啊？嚇！你唔知㗎？雞肋係咩啊？嚇！你知唔知啊？嚇！咁你知唔知咩係雞肋？咁咪話唔知咯。雞肋咧係一個雞嘅地方啦，但我唔記得係邊個地方。雞嘅部位定地方啊？有咩分別咧？地方係地方。雞嘅身體嘅地方。你會唔會話你個頭係你嘅地方啊？我個頭係我個頭嘅地方。你繼續講。因為雞肋咧就係話個位置係食之無味，但係棄之可惜啊。我咪就係棘住咯。但是是有個故事的哦、oh, ok 你怎麼可以忽略了歷史的電吉他要瞄線的要求更加高哎呀煩了死了你想我現在放手的我只不過是放手的那就是的那怎麼辦瞄得好一點即是你的線要瞄得好如果不是就很大的 noise 平時是沒有瞄線的我知道你平時用的吉他所以你自己不知道打東西嘛不是我都聽到有些嘈吵但我覺得不是可以接受的嘈吵是不可以接受的在電吉他裡做表達不如我們創立一個新的吉他玩法就是不瞄線是啊你要跟我學習因為你不懂不瞄線是啊金堂叫雞肋吉他堂太有營養了這個名字還想著自己戴眼鏡太有多營養了太有營養了金堂我學東西我學到什麼叫雞肋了好了你彈東西可以耶、yeah! 你彈東西我不懂唔係咁嘅意思啊！唔係咁嘅意思，個 pick 好靚，你要 pick 靚過個 pick。煩啊！你啊，有兩個會員啊，好令人感動，多謝。多謝。唔關事，我覺得多謝你分翻份表。俾翻 pick 你，我俾翻唔線手 pick 你。好啊，多謝。但係嗰塊應該有光嘅。好嘈你哋。冇人講佢嘢咁高熱。嗱，聽唔聽到嗰啲唔瞄線嘅奶嘢啊？我聽到啊，我盡咗力噶啦。瞄線啊！點解你的手可以唔使喐就瞄樣嘅？應該影唔到我嘅。我嘅目標成功啦！姐，我係冇出場嘅機會啊！你睇下又唔見我會。因為我一線瞄得好你撳緊呢個 key 嘅時候正常嚟講，你淨係響嘅呢三條線，呢三條係唔響噶嘛？係唔響噶嘛？就係因為呢一隻手指瞄得好，瞄咗三條線。犀利！當你做緊咄咄咄咄嘅時候，呢度係完全唔俾力嘅。即全秒哎呀學生到你繼續先不如怎樣今天空姐真的遲到啊我經常都遲到對不起各位大家不要好像我這樣遲到是不對但我都改變不到好啊今堂去那麼多先因為因為 Koey 姐遲到的關係而下一個學生又準時所以依家就要落堂啦。共星期一、星期四出面嘅，出人撩片出去，訂閱 YouTube 大個仔啊！想了解更多日常生活，可以考慮一下加入會員啊！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